高文仲，那是你的照片吗？是。这是我爸爸，这是我妈妈，这个女孩子是谁？她是我姐姐。这个男孩子是你弟弟吗？不是，他是我大哥的儿子。你大哥有女儿吗？他没有女儿。白英爱，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六口人。我爸爸，我妈妈，一个哥哥，两个妹妹和我。Leo， 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五口人，爸爸妈妈、大姐、二姐和我。你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？我爸爸是律师，我妈妈是英文老师，哥哥妹妹都是大学生。我妈妈也是老师，我爸爸是医生。The guy we just met when we were talking about names, Wang Jinghai, just invited me back to his house to meet his family. Now he lives in a traditional hutong. Let's go. 走吧。Hey, 走吧。走吧。Hutong means alley. And in Beijing, these networks of ancient alleyways are where many families have lived for generations.Hutongs are very close-knit and traditional communities. Let's go meet Wang's 家庭, or family. Chinese people usually love family photos. 你好。你好，小王，谢谢你请我过来吧。你们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六口人。六口人。好，能给我介绍吗？可以。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妈，出来。这个是你的女儿。女儿。这个是。这是我老婆。你的老婆。这个是我的奶奶。奶奶。您好，您好，特别高兴。还有几口人？哎呀，这哪是谁家？叫嘛叫哎？那。这是我叔，你的叔叔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，朋友。这是我弟弟，这是我爸。嗯，你们也有照片，给他介绍一下。这是我们三兄弟在北京创业，这个是我，这是我弟弟，这是我哥。
这个是谁的爱人？那是我的，这是我父亲。谁的爱人？嗯，您的爱人。嗯，嗯，您们结婚了有多少年？有70多年。70多年了。